继续翻到嚟羽毛球杂志，头先咧我哋就同中华台北嘅球手杨博涵、卢敬尧玩过游戏，亦都欣赏过佢哋嘅靓车啦。嚟紧仲有啲时间，做啲咩好呢？杨博涵话要带我哋去跆拳道中心。OK， 呢度系跆拳道体适能运动中心。跆拳道馆主要是来你呢度咧，系要练下下盘嘅肌肉，而且经常喺外地比赛嘅佢哋咧，都要学几招智慧术啊。那我觉得运动杨博涵就觉得运动员唔可以只系练习单一项目嘅，所以嚟到跆拳道馆咧就要训练一下下盘同埋其他地方嘅肌肉，多方面肌肉嘅训练，来试试看咯。我哋而家可以跟佢哋入去啦。两位球手都要先做下热身先啦，青蛙跳梗系难唔到佢哋啦，至于打关斗又点咧？杨博涵都冇乜难度，但系对于有成1.9米嘅卢敬尧嚟讲咧，可能就会冇咁畅顺啦。热完身之后，佢哋就要拉下筋。卢敬尧好似好辛苦咁啊，反而杨博涵咧，似乎所有嘢佢都做得比较轻松。教练话咧，就右脚咧要向上踢。跟住落嚟，教练咧又要佢哋右脚咧向上踢，而脚趾就要用力嘅。杨博涵话卢敬尧脚要直啲啊，好明显咧，卢敬尧咧都唔系好做得到。跟住落嚟，导演就叫杨博涵同卢敬尧都再做一次，叫啲小朋友帮下眼，睇下佢哋做得啱唔啱喎。教练提啲小朋友动作咧，系要用力踢高脚，而且脚要直嘅。个小朋友话卢敬尧做错咗啊！哪里不对？卢敬尧问佢边度做得唔啱，原来佢话系手喎。杨博涵嘅动作系咪较为标准啲咧？啲小朋友都话系啊。怎么讲？你说这里咧？这样。我要拿过来。第二手要这样子，然后第一手要再回来。那我等你看我一次哦。杨博涵试下再做多几次，似乎都做得相当好。累。卢敬尧觉得好攰。太累了，我刚在拉筋。头先拉筋嘅时候咧，已经好想走人啦。这个地方拉筋都拉到。杨博涵话拉筋都拉到出晒汗噶。小朋友筋太软啦。佢话啲小朋友啲筋真系好软，同佢哋真系冇得比啊。一拉哦。杨博涵都话咧，根本冇可能拉到好似啲小朋友咁嘅角度嘅。那个方面还可以。卢敬尧就话杨博涵拉筋其实拉得唔错嘅，而佢自己咧以前都有学过前滚翻，原来想做下前空翻、后空翻，可惜唔够时间。不過雖然他們是打羽毛球，但都可以試一下其他運動，可以幫到打波。可以嘗試一些別的運動，
来帮助我们的羽毛球。对，杨博涵话可以用到不同的肌肉，对打波是会有一定的帮助。对我打球都会有帮助。那我刚发刘敬尧觉得自己脚的柔软度不够好，我认为我来练跆拳道咧会好有帮助。以后救球的时候可能以后救波的时候都会好有帮助的，拉筋可以帮到他救波有更大的角度。对我们帮助蛮大。所以我认为刘敬尧都觉得练跆拳道是好有用。然后也非常感谢刚刚的教练。杨博涵最后咧就好多谢头先的教练和小朋友，呢一日咧佢哋都学到好多嘢。我看那个 小朋友他们的那个什么，杨博涵觉得头先啲小朋友啲筋真系好软。其实我以前筋很软。刘敬尧话佢以前都系噶，不过以前系应该小学嘅时候咯。长大后，杨博涵问系唔系大个之后少咗拉筋？正常，就是练得好攰嘅时候咧，就唔想再拉筋嘅。对啊，所以要多拉筋。所以咧要多啲拉筋。现在呢已经要，而家咧就会同大家去杨博涵嘅屋企。然后待会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家的狗狗，仲会见到佢啲狗狗。已经结束我们今天的训练，今天是周六啦，原本是一个休息日。虽然星期六咧本来就系佢哋嘅休息日嚟嘅，不过练完波都有啲攰噶啦。杨博涵话佢已经闻到杨妈妈煮麻油鸡嘅香味啊，成个人都精神翻晒啊。那刘敬尧话自己系高雄人，所以每次嚟亲台北咧都会去到杨博涵屋企嗰度黐餐嘅。呢度咧可以话系佢嘅第二个屋企啊。OK， 刘敬尧的太太宝铁都在这里。这位是我的爸爸。哎，大家好。另外这边呢就是杨博涵的爸爸和妈妈。介绍我家的四只成员。跟住仲会同大家介绍下佢哋屋企嘅四个成员嘅。呢只腊肠狗咧就是 Pasa， 呢个系贵妇狗 Didi。它是贵宾。然后这另外一只年纪比较大的咧就是约瑟提里嚟嘅，仲有一只比较恶嘅，所以都冇人够胆抱佢。刘敬尧同大家介绍下佢几时开始打羽毛球。佢话十岁咧就开始接触羽毛球，开头咧都系因为自己身体唔好啦，妈妈想佢加入校队去锻炼身体。佢话自己都唔知道杨博涵系几时开始打波。不知道博涵到底是几岁开始训练？博涵是从杨爸爸话杨博涵系由幼稚园开始啦，就跟住佢哥哥喺校队。入面接受訓練。劉敬耀話：當佢同楊博涵喺外國比賽，楊爸爸一定會喺電視機前面支持佢哋嘅。現場幫你們加油。楊爸爸話：雖然去唔到現場啦，但喺屋企咧都會大聲叫加油嘅，一定要嘅。楊媽媽就話咧：睇清佢哋比賽都會好緊張嘅，佢同楊爸爸會分開睇嘅，因為一齊睇嘅話就會更加緊張，所以一定要分開睇。好，那我跟住刘敬尧咧就同大家介绍佢老婆。我跟我老婆是喺泰国机场，佢哋咧系喺泰国机场认识嘅。当时咧佢同杨博涵去比赛，而太太咧就系去做嘢。开头以为佢同杨博涵系一对情侣啊，情侣。他们背着那用那。太太话当时咧见到佢哋两个孭住球袋，上网揾下先知道，原来佢哋系中华台北嘅球手啊。刘敬尧话：因为佢哋成日出外比赛，所以家人嘅支持好重要。太太咧就系佢最强嘅后盾，可以睇住头家。杨博涵嘅爸爸妈妈都系啦。等佢比赛完翻屋企，感受到爱，好好休息之后咧，再重新出发去比赛。然后，休息好，我们再重新出发去比赛，这样子。杨伯涵话之后咧就会试下妈妈嘅手势啦。对啊，今天主要刘敬尧话呢一日做完轻松训练之后咧，要好好咁补充下能量。来补充能量，那就靠我伯阿妈咯。OK， 期待一下。现在是我妈妈发功的时候。杨伯涵咧就话跟住落嚟就系佢妈妈嘅表演时间啊。开动！终于可以开饭啦。这是我杨博涵话平时练波练到好攰咧，特别中意食鸡子嘅。鸡火，我们俗称鸡火，对。那杨爸爸话杨博涵唔系咁中意喺出面食饭嘅。鸡的脚脚 ，testicle。啊 ，testicle。testicle。对啊。博涵可能不喜欢，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。餐厅，我在高雄都去那个。杨博涵话如果佢去高雄咧，都会去刘敬尧屋企食饭。看他老婆去来我们家一起吃饭。跟住咧，我哋就参观下杨博涵间房啦。房间入面咧有啲小摆设，同埋有一啲咧有纪念价值嘅物件。那像
像这里的话，就是我国小的时候，呢啲咧就系佢喺小学嘅时候游水赢到嘅奖牌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 B W。而呢一幅咧就系年终赛嘅纪念品。对，年终赛的一个，佢觉得都几特别嘅，同埋佢觉得几靓。亚运会的雅加达亚运会嘅铜牌，这一面很重啊，有啲重手噶，而且仲好靓，佢好中意。呢条系咩嚟嘅咧？呢条原来系杨博涵喺唔同嘅运动会期间，同唔同国家嘅运动员交换嘅襟章。各国，然后去交换他们的徽章。对，那其中咧就有斯洛伐克啦，佢仲交换到北韩嘅襟章啊。这边的话，另外一边咧就有印尼同埋泰国嘅球迷送俾佢嘅纪念品。给我们的一个纪念品。陆建源手上的这一件呢，就是球迷特登画给杨博涵的人像 T 恤。logo T 就是这是他画的人像，这是报纸。另外仲有 cushion 啦，还有像是这种啊，这种仲有唔同嘅相片啊，还蛮多嘅。睇翻呢啲相，佢都好感动噶。就是那时候，呢个就系雅加达亚运会着住制服嘅杨博涵公仔，仲有埋当时佢头发 TPE 啊，中华台北嘅简写嘅。这个 TPE， 所以我觉得连杨博涵都觉得好犀利啊。之后我哋就去到杨博涵屋企嘅地下室。地下室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要。陆敬尧话：之前因为疫情嘅关系咧，佢哋要隔离，呢度就系杨博涵自己训练嘅好地方啊。我们全英赛过后，佢哋喺全英赛之后翻到去台湾，呢啲器材咧当时都未有噶，因为嗰十四日唔可以离开屋企，所以咧佢就喺嗰个时候买嘅。之后每一日咧就可以做一啲重量嘅训练啦。呢个系飞轮单车啊，对心肺功能好好嘅，亦都可以喺屋企度流下汗。呢张毡咧佢就会用嚟做 sit up， 像是这样子的仰卧起坐训练啊。因为地板都几硬嘅，用咗呢块毡就可以减低受伤嘅机会。这里地板比较硬，那用这个的话就比较不会受伤。再来就是另外咧，仲有唔少嘅杠铃。就算而家翻到屋企咧，都会做几组动作。做个几组。因为运动员咧要保持住肌肉嘅弹性同埋力量咧，先至冇咁容易受伤嘅。才不会容易受伤。今天大概就介绍是这样子，那希望大家喜欢。